咱这凡夫啊，尤其咱这在家人啊，拢总有一个家业伫咧，啊，俺不是讲爱用这业来解脱，爱用来用业来解脱，啊，要安怎用业来解脱呢？可咱哪做事业，哪念阿弥陀佛啦，啊，这是依业来解脱啦。讲较明白就是安尼啊，啊，讲。学你讲，写到规乌板，啊！要回归一心变转来修行呢？可比讲咱驶计程车的啦，啊！这驶计程车就是一个事业嘛。啊！你总是袂使无驶计程，无驶计程车无钱赚啊！你规家庭的生活，你就会痛苦啊！啊！啊！业会带来苦啊！啊！嗯，你会起烦恼啊！所以讲要安怎呢？啊！你晒鸡零钱哪晒哪念阿弥陀佛啊！你跟前来这个阿弥陀佛，用大家帮你啊！啊！你哪晒都哪做一点啊！啊！你安尼请教他啊！哎，事业教主啊！你行教修有无？啊！你有法度哪晒哪念阿弥陀佛啦啊！啊！你去业用业来解脱啦！你家你呢啊？不要。不要那晒那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伊就是叫这业给拔掉的呀。伊愈晒赚有钱，赚无钱，赚无钱，起烦恼啊！我今日安尼规工在赚偌济钱，然后晒又无较有钱，伊就起烦恼哦。啊，哪里烦恼？你伊不过改业，不要快改啊！一台车啊，就钱买落啊，你叫这业拔掉的哦。啊，啊，你自家唔晒车嘛，足艰苦呀。嗯，故你乃要念阿弥陀佛啊！你伫个当中啊，哪晒哪念佛啊，安尼呢？你愈做你就愈快乐，袂感觉苦啊！而且呢，你哪呢哪晒哪念佛呢？可以讲，哎，真济人晒起灵车加工。讲我有一摆哦，贵啊的，或者是呐，歹囡仔哦，要甲抢车，要甲抢钱，啊，爬起个车顶，啊，就起个地，本来要甲抢，伊听你车底咧放个阿弥陀的录音带哦，啊，放阿弥陀录音带，这是时间尔，伊就讲你动点动点，我咪落来，动点就落来哦，本来规定要甲抢，啊，一看个。头底咧念阿弥陀，哎，感觉这款人啊，可能是真调皮的人，啊，啊，就不爱来唱。真济啊，因为念佛啦，啊，救起命真济。驶几辆车好，咱家己驶车嘛好。咱那车底要放录音带，咱也要安尼念。就是一台车弄个乱乱，啊，咱都无病哦，咱都无受伤哦。啊！佮我下人伫高速公路出车哦，啊！直直变，直直变，直变哦，驶上北个遐，驶到变路南的哦，啊！安尼两三个人啊，无受伤，哎，去个甚至连在个看车，无去一家啊，无办一分，啊！所以咱真正念这佛啊，啊！你无受伤，无受伤，你就无受着这个苦哦，啊！所以你念念这佛啊，以个人学为业来讲，有真济好处。可讲咱念佛咯，功德真大，而且咱别在一条生死当中无打紧啊。啊，我讲你念古来，你那念佛阿弥陀的话哦，化真济人叫你的车哦，人别人你无车坐，你车坐就足济哦。啊。啊！你都钱赚哦，啊！啊！你愈晒就愈快乐，而且个将来咱啊，临终时阵，阿弥陀佛的那个人接引，啊，咱就无得生死之苦，啊，所以咱就解脱。